庆祝，你的权利在基督耶稣。基督发送的约70门徒宣讲福音，和他授权他们，要使公共尴尬的撒旦通过提供忍了他束缚。基督说，他的门徒，看啊，我给你权力践踏上的蛇蝎子和在所有的力量的敌人，并没有什么应通过任何手段伤害。卢克10:19。门徒用自己的权力，只是他们庆祝他们胜利。教训信徒，耶稣基督的有神的支持，已具有突破性的证明神的荣耀。由于基督教徒收到了基督的承诺，繁荣的所有方面，他们会适当的结合和宽松的在任何情况。同时，大多数重要的方面的基督教是特权，他们得到的宣扬不可战胜的福音的地球。基督徒不会停止的魔鬼，但他们将通过圣灵宣扬基督福音远近的地方。不幸的人会来到这奇妙的光的基督和保存。因此，所有的基督徒应该庆祝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在主。我们信徒应所有去证明神的显着的强度保留在我们产生利润为他的王国。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有幸以相信并接受你作为我的个人的救世主。因为我属于你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已经被赋予了我的繁荣，因此我请求你强度体现充分，让我用我的权利特权作为一个基督教根除的黑暗王国和宣布你的善良的地球，让你的圣灵给我力量强度，以大胆的宣布你的福音，并让神迹奇事陪我的部位，以便不信可以看到和知道上帝是好。